I'm Dr. Felice O'Donnell. COVID prevention is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In this video, let's review together five tips to prevent COVID. 1. Take your temperature daily, see a doctor if necessary. 2. Wear a mask, change it when necessary. 3. Wash your hands often,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 4. Maintain social distance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5. Disinfect your environment, maintain good ventilation. These five prevention tips can help detect symptoms earl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To prevent COVID, everyone is important. Let's all do our part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 种比如恭喜发财，大家哦、喔，今年啊，好好啊，甲吹俏一下，甲月入百万。我二位老师唔是碰风，我即马要教你如何月入百万哦、喔，咱点一级诶、欸，有迄个当日冲销的吼、喔、基础篇。咱首先要有、欸、概念，诶、欸，要安怎运用当冲来甲月入百万。 那相对咱的基础篇吼，甲咱今仔日这个实物操作啊，哎，要整个连接起来，哦、喔，唔是讲啊，理论归理论，实物归实物，哇、喔，迄、啊那個、落差就大了哈、喔。来，咱给了解一下，当冲有真大的好处，在操作方面呢，它风险小，获利大，只要你严控停损就好。 卖讲哦，要爱烧鱼凹，像人咧做铺单诶啦吼，买一凹咧啦吼，剩不到、啊、百分之十诶啦，这大堆啦，那迄种诶、啊，也卖来啊啦，嘿，咱是在讲对毋对？咱来着是要赢嘛，啊啦，输家讲啊，剩甲无百分之十，是毋是？那当中咧好处真多，为虾米？因为你当讲哦，有关节点嘛。 哦，啊，啊咱哦，诶、欸，速战速决，马上就把它落袋，都毋免惊你过冬刚，诶、欸，什么变盘效应啊，还是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啦、啊？啊，变成比周刚嘛，对不对？相对来讲啊，等来了解啊。你若讲你个租金一百万，一个月日要甲趁一百万，你做波段敢有可能？无可能啦，即嘛无迄种股票啊啦，即嘛哩。 都在用当冲盖车边，咱考虑的就是风险控管。就我讲的啊，你若失三拍，三拍的停损，对不？啊赢咱无计算的，哎、欸，只有停损，没有停益。哦，这都爱是规批单，都甲做完以后，哈、哦，过来咱来考虑讲投资报酬，安尼，人个？你讲短线单？ 你若一百万伫操作，甲买入去，最大的损失就是十万，因为跌停嘛，啊，即涨停嘛，对无？涨跌停嘛。但是你若做单冲咧，你若甲设三派停顺，上加输三万，就不会输到十万啊，对无？啊，若赢咧，到规定讲会使走一抓尔，会使走咧几啊抓，搞不好你涨停到跌停，跌停到涨停咧。 啊！你二十万呢，完全不一样咯，对不？你甲想嘛，遮济投资朋友伫做当中，为什么？逐个要来切拼，月入百万啊！但是你想，每一个人个实力拢有共款吗？拢无共嘛，对不？有诶会趁啊，啊有诶安怎做就安怎了啊，太多机理啦。 所以我甲你讲嘛，咱直接变啊，当冲吼，千万毋通靠即个两字。你若读做大医吼，啊就歹听啊，哎啊就侥幸啦。所以今仔日咱讲个重点，拢伫即张表，每每角角拢伫遮。盘前就爱预测啊，盘开了如何应对？是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 你心里爱有所，毋是撒咧乌皮虎嘞，哦，过来嘞，出手时机爱伫什么时阵出骹手上稳赢，咱累积经验啦、啊，哦，毋是安尼撒咧乌皮虎嘞，安尼吼那个很难赢呐、啊。所以咧是要用当仓，还是要个流畅，在什么情节之下可以流畅，这著爱讲起来，就是条件说起啊，要有相对的条件。 哦，咱遐哦，当中哦，这个改做是流畅诶部位哦。来，来，话入正题，各位免讲遐多。来，预测值，我讲诶是大盘。咱通常八点四十五分，期货他会先开盘。哦，我讲诶是台子期，他会先开盘。开了好歹，心内有数，那你爱了解啊？ 台资企伊个开盘是对倒个来哦，对美国啦吼，前一日诶伊个涨跌效应呐、啊，搁加上咧。诶、欸、日本、韩国比咱台湾较早一点钟哦，伊这个开盘，啊。那咱啷个甲参考一下呀、啊？搁续嘞搁参考讲诶前一日个台积电 A D R 啊表现啥物款啊？续嘞美国诶盘、欸、后交易啊，诶、欸、迄、那个期货跳动点啊是好啊是歹啊？ 咱临几啊？吼，诶，要甲吼总结一个答案出来，比方讲哦，预期诶，起五十点，我是讲大盘吼，预期起五十点。啊，若起超过五十点咧，咱要安那应对；啊，若起无五十点咧，咱又阁要安那应对。你也有所了解哦，即你也知影讲，咱每天的交易啊，哦，你甲注意看开盘量。 一支定位条哦，过来就是收盘，一支定位条，就是量特别大。那你希想啊？盘都还未开咧啊！你要挂什么单哦，才能够成交，才能成交哦。哎、欸，唔是刚才挂着的什么涨停、跌停，嘿，不卡抓啦，嘿，不会成交啦。哎、欸，咱那俩讲它的一个准确度。所以你也想啊，哎、欸。 我头拄啊，你讲哦，预测起五十点，啊，若起超过你表示咧开盘前买盘非常的积极，想要急着进场，他会用比较高的价钱哦去把它买，所以它开盘才会优于预期。安尼知影无，啊，那咱预测咧起五十点，但是开盘敢那起二三十点，诶、欸，无够呢。 阿里面来应对，你也可以啊吼、哦。开盘前，能乖单，哎，本来可以卖这个涨五十五十点的那个地方啊，但是一卖啊，他压低求售，哦，宁可卖低一点，哦，马上能够成交。所以你也你要讲开盘前的，哎，这个量啊，大部分是买盘多还是卖盘多？ 所以讲，接戏嘞，咱应对就来啊，对吧？开盘后，哎、欸，马上就要应对。有预期嘞，就跟着站买方，因为买方积极嘛，哦，跟着做多。那如果符合预期嘞，咱就顺势做多做空。咱若讲预测起五十点，咱就做多；啊，来预测起落五十点呢，哦，哎、啊、盘开出来符合预期，那我们就做空。 哦，符合预期的情况就是顺应它的涨跌多空。过来，我讲啊，就是不如预期，预测 K 五十点，但是盘开出来，可能 K 二三十点，表示呢那一天卖方诶、欸、比较急切，所以讲咱就顺势诶去做空方，安、啊、你理解不？所以讲整个预测开盘跟对应。 你就要接着这个盘啊，马上就要做动作了啊！你是等甲收盘了再来讲啊？我当没栽啊？我没栽？有那有啥子要栽啦、啊？等甲没栽哦，没付气啊啦，对不对？所以我讲啊，这是龟头的功夫啦。那即摆讲啊，从开盘前的预测到开盘的应对，是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哦，马上就要判别出来，算了都是出手时机。 那通常这个出手时机呢，就从我们前一日略选的那些个股，因为咱基本走个股嘛，哦，咱略选的个股呢，哎，开始进嘛。哪一种股票它顺应整个大盘的方向，咱抓一种股票都你不要很刻意的去做逆势股，明明能跌起，你们佮做半空哎，哦，那个、真的较歹坦啦，哦，啊，明明呢。 这个盘就在堆跌，那你要去找那个做多的股票，你们逆势而为，刚好看起很像像要干单，没有。哦，那通常呢咱的运用的吼、哦，哎，大致来讲啊吼，拢是用技术分析去判断。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它有极端性，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安那解释？哎，涨多。 必跌嘛，跌多必涨嘛，所以你要了解讲它的指标位置是在高档还是在低档，那来遵比讲反操作，那通常我来讲嘛，咱来顺势嘛，哦啊，这支股票哎适适合做多哦，或者这支股票适合做空哦，咱即款就是爱单台迄、那个买卖,卖点，那通常呢？ 咱惯用的技术分析，哇，好多种哦，有价格分析，有量能分析，有人气分析，这么多种。这二一老师是安尼啦，建议啦，好用就好啦。技术分析没有百分之百啦，只要说那你得胜率比较高的就 OK，你别吹到百分之百，不可能。 哎，这个技术指标绝对不可能说百分之百啊！那个百分之百，大家都看技术分析多好啊，就不必分析了嘛，对不对？所以讲，咱惯用的就好。那惯用到后来呢，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些指标，哎，它真的很好用，哎，得胜率蛮高的，甚至哎有到九成以上哦。来那讲，那那的用的技术分析呢，通常要随机哦。 不能钝化哦，哎、欸，谁只要反应转强、转弱、超热、超跌或者高档或者低档的背离哦，马上就要展现出来，袂使讲啊，等个收盘了才看怎么样，还没呼吸对吧。再来就是参差值，接着参差值就是鳄一老师惯用的日指标跟周指标的诶、欸，落差，通常咱惯用的都是哦周指标抓趋势用。 日指标里抓转折用，那分时线呢，再抓买卖点。不管你做任何商品哦，你比方我做期货啦，做选择权啦，或者做个股，哎，大致上你要了解现在的趋势是往上往下。再来呢，日线它会不会出现哦？哎，黑翻红或者呢，哎，红翻黑。 再抓这个转折用日线，然后呢分时线呢，这两买卖点，要完全的一个配合，你做着就较顺，安、啊、你理解无？哦，较袂讲哦，啊看是安尼啊做一个另外一回事，哦哎、啊、落差很大哦，哎输解莫名其妙啊，迄种啊，就不通，迄种啦指标安尼就不适用，就要淘汰掉，再换另另外一种，所以讲咱。 不可能求到百分之百，但是稳定度要高，安、啊、尼理解不？所以你惯用到后来，你会觉得说有一些指标真的是 OK 的啦。那有一些指标它会动画你看吧呢，它就不适用。哦，尤其在那里不要当冲来讲，它要及时反映当时的状态，因为会帮助我们哎寻找什么样的一个买卖点哦来做动作。那二一老师哈、哦，提供我。 个人哦，多年的研究，这个得胜率超过九成以上，超过九成以上，那个买卖点准，不管你提去做期货、做选择权、做个股，非常管用。来，比方说五分钟线，还是要看到一分钟线拢无要紧，咱伫单想，咱做当冲爱郎不是买就是卖，但是。 出卡就那个点呢？要出现什么现象，才是一级棒的，才能够得胜率超过九成以上？你老公提这个股票提来做当中，这是五分钟线。五分钟线，我拿那个四星的五分钟线哈、哦，向大家做一下报告的。咱这把单是单想指标高档，单想爆量，这两个。 一定要结合，就是要高档爆量，我在等卡秋，安尼你了解不？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完美的卖点，你卖在这里，你给他手尾做红太啊啦，当天的最高点，都、就是安尼，看你都要暴龙 OK 啊，绝对都赚钱了你拿捏到。 最漂亮的卖点了，就是我讲的高档爆量，包括这支股票嘛是双红。为什么我给你讲这点？你看指标高档爆量的隔一支，就马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是卖点哦。通常咱的投资朋友是安尼啦，气讲气，罗讲罗啦，啊，看气就赶紧变入啦。 入来了，再来后悔，讲啊，我来买灾，妹夫啊，都栽入去啊，就安尼。所以我讲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个得胜利超过九成以上，安、啊、尼有叫稳的无？稳啊吼，是唔是？来，包括咧买点咧嘛是赶快，要等什么？ 指标低档，爆量，一定要爆量哦！不爆量不出手。同我讲诶，敢要做稳诶，就是安尼啊。稳稳哪做啊？来，比方说三一六九雅信，今嘛是五分钟线，五分钟线，安尼下落来有无？指标低档，爆量，再来再起买。 但是通常咱投资者就啊，看多会惊啊哟，啊就青菜伯伯，就凊彩乌白边，快刚好你卖完之后就会涨了，什么原因？因为你无看这個，你无看这個，你也想嘛，落家呢，为什么会爆量？要白的人，我知影，你是看多会惊嘛，赶紧乌白边嘛。那我还问你哦，买的人呢？ 他是什么心态？买的人是什么心态？这是非同小可的量呢，所以嘛，直接筹码拢我这里哦，哎，低阶买盘买走了，妈熊反弹给你呀。所以你来拿捏这样的一个买卖点，不管你是用五分钟线还是用一分钟线，都 OK。 所以讲，你哪呢？二位老师跟你讲的即个准则哦。咱啊买点呢，都爱选即种安尼低档爆量，有无？咱即边所想的是买盘是在想什么？你买卖人，我知影啦，你就光看安尼啊，安尼即路吼会惊会错啊，所以后白卖啊，我知影啊。啊买卖人呢，非同小可。 结论是谁赢了？这类、个、人赢，敢在这个地方，敢在这个价位敢买入去，马上可以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高档爆大量，那个是卖点；那低档爆大量呢，是买点。你只要遵照这两个原则的话，哦，一买一卖。 你掌握好，哎、欸，当天的一个买点信号，再来是当掌握嘞，当天的卖点信号。安尼讲起来就简单啊，赢而不够啊，得胜率就超过九成了，对不？啊，咱维讲啊，啊，有诶靠资机咩啊，吼，你、欸、可以流仓的话啊，那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可以流仓？来。 我再多话咧讲啊，周指标跟日指标爱对应，能力爱赶快，跟你所做的方向，你比如说从这样呢往上往上，那你也是做多，这个就流仓。但是那这个情节你哪个做康呢？千万不能流仓，因为趋势在往上，那相对来讲哦，来，咱今嘛讲趋势往下。 做指标、日指标的趋势都同步往下，你运气做多不对了，因为趋势在往下还会再跌，你做多的话，这种情节当然是错的。哦，你要了解哦。哦，阿你老公一上一下呢，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那这个情节哈，那就用当中。因为后市还不确定。 在不确定的一个情况，咱就用当冲应对了。哦，安尼理解哦、喔。阁说你，你若讲啊，做着讲啊啊，迄个限卖限涨停的啦，要不要冲？我通常我是建议啦，流仓啦，对因为隔天它还有跳高开的一个效应嘛，迄个加上意的嘛。那你要当冲变较大人关小人关，就是欲趁价差。啊，过后你拄着讲不会很涨停。

哦，我给你报告完了这都是实物篇。哦，因为时间较有限了我能够给你点到的只是一个重点。所以讲要月入百万，唔是靠侥幸能字啦，观众朋友。明明甲讲哦，讲起来这需要时间的累积啦。要安那月入百万，靠真功夫，真本事。 毋是来靠只啊侥幸两个字啊，就欲共月入百万哦！我甲汝讲啊，迄真食力啦！迄到时候吼、哦，非常的食卡，所以嘛，我伫讲月入百万，观众朋友看有即个实力，八个月未来安尼平均个赚会超过一百万。所以我伫讲啊，你若资金一百万的投资朋友，你一月入欲共赢一百万，有可能吗？ 逐个嘛想嘛想袂到，你哪有可能？而且嘞，咱是用单仓，对我讲的，风险小，只要你控管好，那个停损。卖讲毋着要甲死鸟儿，啊，甲掉一支哦，诶，买命嘞！迄若一支股票安尼一一一路一直落去，哦，诶，熬死呢！迄千万毋通安尼做吼、哦。所以讲，咱要有主张，嘿，安尼，总共一句。 赢爱冲，输爱救，哦，心里还要有底底，哦，阿、啊、要如何月入百万？哎，咱会是思考哎，会使要趁这几下休困吼、哦，功课小可模拟一下，好不好？哦、那我们稍候先进广告一下，稍后马上回来。<music> 零二二，扶虎生风；一八八，帮您旺一整年，让你财源滚滚，财运亨通。致富专线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Life，直播。Life 直播。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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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立即上线。上线 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是怀孕的孕。七月一日起，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除了家人的支持，还有政府的支持，助圆梦，安心生。 用兵宜，讲要用单冲，月入百万，人客拢讲无可能啦。像我讲的，资金啊一百万，做短线的风险大过于做单冲，人客月入百万，大家都这么想的啊。你啊看单冲比例这悬着，好、哦，我二位老师。 按尼实战的，哎、欸，带会员安尼实做的经验来给你讲，各位是专投一功夫，唔是侥幸两个字。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